大家好，我是新哥。今天我到地里面来挖一点凉薯吃。最近天气是挺热的，在这个地里面，种的有点这种凉薯。我先找几个。哦，这个有点小，这个太小了，我再找一下。哎。这个应该有点大，一般般啊，这个不是很大。再找一下，哎，这一根藤子，我们顺着这个藤子找就可以了。这里，喂，嘿，这个有点大哦。啊，这个长得有点奇葩，这个有点像啊，一二三四胞胎，它长在一个里面，这个应该不是很大，藤子都这么小。耶，这下面这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哇，这个小的可怜了。这个有点大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凉薯收成不怎么样，好小一个。这个有点发育不良，哎，走了，我们拿去洗一下。我在田边稍微洗了一下，那个水有点浑。哦，这是三胞胎的好奇。那三胞胎的子。四胞胎。我见过原来。我原来洗个到了，已经洗了一次，随便洗一下就可以了，洗个小的一口一过。让我洗个跟洗个你娘吃，你娘爸爸吃。那娘，好的，这地到哪里过去？今天这个凉薯长得不是很大个，不过还是挺甜的。我是新哥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好好听。